让他看看他家里的风水。啊，这唱啦啦啦啦啦啦，声音热也声音了，你听过？看看，几几年属什么呢，老妈妈？属你着急。啊，老妈妈，你们家门走进去啊，啊左面、啊、上面、啊、房顶上、啊、有声音啊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哎，冰箱的上面，哎、对不对啊？哎、对对对对。哎，不是嘎嘎嘎的，有叩叩叩的声音啊、哎，像走路的声音啊。他隔壁的子女有关系吧？哎，不是隔壁邻居的，是你们家的灵性。啊，我们家。你以为老鼠啊，从人家家里逃到你们家里来的？除了隔壁的有马牛跟人有关系吧？马牛跟人。哦，他说他隔壁是一个卖肉的店、啊、有关系，有关系的。那么要念什么经？贴山水画呀。山水画我贴了十几画。贴了几张啊？厨房盖、卫生盖都贴了。你说人可爱不可爱？你把他当成你的老妈妈，把你当成他的外婆，你就会觉得他很可爱。如果你今天看见他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，你心态马上就不开心了。把人家都视为自己的亲人，你就是菩萨，多点慈悲吧。好嘞，老妈妈，我一讲你也不要拿着话筒不肯下来呀、啊。我老公一两年走他哥哥，现在在哪里？我年老一千六百多，咱小房子现在在哪里？啊，好好好，帮他看看他老公在哪里。哎，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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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、嗯。老妈妈啊，这个看好了你就下去了啊，下去，好吧。我这次来嘛，你就是要问我老公。好好好、啊，老妈妈，我帮你看你，我帮你看。谢谢谢谢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季文龙。啊？季文龙，你是季文龙。一年四季的季啊，一年四季的季，季、哎、文龙、哎，文化的文，哎、一条龙的龙，哎，嗯，一两年走到个，一二年死的，哎，一两年五月份，啊，他告诉我他回来看过你，你做梦做到过他的，经常做的，看见了吗、嗯？我告诉你，他现在。以后你不大会做到他的梦了，他什么因为他已经到阿修罗道了。让他等一趟，你弄了，我这快了阿修罗，我这里跟侬太快下来了，我现在又下来，他现在又上去了呀。他们要多少小房子啊？你要想把他送到哪个道，你讲啊？抄到这更高的地方呀，希望他到好地方呀。那你再给他念一千张，可能会到御界天。啊，好好的，好吧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啊，谢谢老妈妈，啊、谢谢，不是你谢我，我谢谢你啊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。谢谢嗯、今天我很荣幸签到这张的票，但是我和我一块来的一个同修，他那个我比较起来，然后他的情况比我严重，我就把他让给他了。他是1980年的猴。男，1980年的猴，对 男的，想看什么奖吗？他是重度的抑郁症。对了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他是前脑出问题，前脑出问题的出问题的人，眼睛啊会经常眨巴眨巴的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个忧郁症是属于不是进攻型的，是属于退守型的，经常害怕人家。打他啦，弄他啦，出去见人怕啦，喜欢关着门啦，啊，经常这样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他几几年的？1980年的。我还看到他喜欢玩电脑，整天关着门在里边动电脑呢。他好像是那个工程师，机械是什么的、啊？你赶快给他，他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。一个灵性。啊，一个男的，像他妈妈的弟弟，也不知道哥哥。他有没有爸妈妈的哥哥弟弟过世的？他的爸爸。他的爸爸是吧？他爸爸死得很冤呢，突然之间死了。嗯，是他爸爸回来了。那应该就是用多少小房子能够化解？他爸爸现在在白天呢、啊、在下面，晚上出来飘，我都看到他爸爸样子了。嗯，他爸爸眉毛挺浓的，嗯，嘴巴也蛮大的，给他小房子要念大概89章。89章。哎、嗯，超度跳吧，好吧。好的。这孩子挺乖的，这个小孩子忧郁症孩子挺乖的。是的。哎、嗯，非常乖的。是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卢台长，感恩。
哎呀，我们的法师，哎，大家鼓鼓掌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。嗯。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。谢谢谢谢，嗯。1940年的龙。男的女的？男的，是我的父亲。还活着是吧？是的。他走失了。对，他今天走丢了。嗯，你是不是想叫我看看他还找得回来还是在哪里？ 是吧？对，你告诉我你在哪个中国哪个地方啊？在，他现在在山西太原的武圣寺。我看看啊。你这样吧，你赶快跟他许个愿好吧？好。嗯，稍微有点小麻烦。嗯。不会这么快 找到。我刚刚已经跟菩萨讲了，跟观世音菩萨讲了。大概两天之内吧，两天之内可以找到。嗯。那我要许什么样的愿呢？什么？我怎么许愿？你许愿就是好好的广度有缘众生，让他们念经，好吧？多念大悲咒和心经。好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父亲长得也挺高的。是。我刚刚看到了。是的。而且你爸爸这个嘴巴，这个颧骨也很高。嗯。我就看到他了。是。嗯。他对台长很有信心。嗯。本来如果没有接触这个法门，他就被送到神经病医院去了。嗯。这就是在五一的时候，他和很多的那个灵性众生沟通，被他们控制了。对，所以不要去跟灵性沟通，因为我们没有能量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嗯。他住在哪里啊？住在太原的武圣寺。武圣寺里边是吧？对。嗯。武器的武，胜利的胜是吧？圣人的圣。圣人的圣。嗯。武就是武装的武是吧？武装的武，圣人的圣，武圣寺原来是供的是这个关公、关帝菩萨。看到了。好了，我已经给他放意念了，嗯、我叫他回到武圣寺去了。感恩师父。好了。另外，麻烦问一下，我们要替爸爸念多少张小房子？108张。放生多少？放生，先放600条吧。你爸爸有一点点肠胃问题，便秘。对，很对。好啦。谢谢啦，谢谢师父。刚才那个老妈妈好玩啊，把我笑坏了。嗯，大家想一想看，人生你把别人都看成像亲人一样，你看大家都很开心的，对不对啊？开心啊，真的，人家没有说错，笑口常开的人心情好，运程也好。你说哪一个人有运程的时候脸板着的？啊，好的时候都是笑嘻嘻才会有运气的呀，对不对呀？嗯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根峰台长恩师。嗯。我想问一下，1944年的属猴的，是我的老伴。你的老伴是吧？哎。1944年的。对。属猴的。对。嗯。嗯，看到了，你想问什么讲吧。老伴就是现在心脉出闷气，走路脚可胀，胀得走不成路。他糖尿病。他没有糖尿病。你叫他去查。他那个睡不着觉。嗯、我告诉你啊，他血糖出问题了。吃饭少，拉屎多。嗯。老妈妈，你记住。吃的少怎么会那个多呢？对不对啊？要不我不知道，就你不知道，我告诉你好吧。啊。哎、啊，你都不知道，他的肠胃出毛病了。对对对对。对对对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我都看到他的肠胃里边有刀疤，他的肚子上面好像动过手术的过去。好像没有。有没有啊？插过管子进去啊？没有。他以前是个当兵的，他身体。你再去问问他看吧，动过一个小手术在肚脐眼这个地方。你回去一问你就知道了。
好的。好吗？你告诉他那个地方现在有点发炎，所以他经常肚子痛。肚子胀。痛。尤其他吃凉的东西。他心闷，闷出不来气。我告诉你，他脾气坏得不得了，脾气大，而且脾气坏。对对对。对。我告诉你，他过去是一个天神。所以这个你这个丈夫，他讲话很厉害，讲了人家不能回他的，而且他有年轻的时候有个位置，就是有点官做作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也听得懂。他是天神来的。哦、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是他天神下面的一员小将。你知道你怎么到人间来的吗？哎呦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就是为了跟随他，你才也许了一个，说我也要下去救人，就救成这个样了。哎呦，师傅，我跟你说吧，我们俩犯的病都一样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突然梦到了我这个从天上掉下来了。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台长会说错的。就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对了，你从天上掉下来是你激动啊，你说我要跟随这个将军要到人间去救人呐、他有愿力，他下来了没修好，你跟下来了也没修好。惭愧惭愧惭愧。我有现在惭愧了，还来得及。来得及。我们俩犯病都一样，都是前心后心闷气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吗？睡不着觉。你为什么？你没有对自己的誓言，你就气不壮。所以很多人说我理直气壮，因为我在努力，你就有理有气。你现在根本没有去度人，没有去做这种菩萨的事情，你哪来的气啊？他没有度人，我现在开始度人了。开始度人了、你知道你跟你老公两个人曾经合作一段时间，做过生意，也不要做什么，两个人很好。你说这现在就是今世没有做过生意。今世没做过、你说在天上做生意啊？不是啊，今世没有做过。我就是告诉你，你们两个人合作一样事情，合作得很好，你有帮扶运的，你很帮助他、你很关心他的身体的。对。我就想问你一下，你老公有没有一个事情特别危险，后来你帮他挡掉了？你问。摔跤，或者你替他摔了一跤？或者应该他去的，结果你去了。有。谁叫你是小兵的啦？你再不好好修，不会做天上的天兵天将。我会的。到下面去做虾兵虾将。我会好好修的，我要好好修的。我请问，师父。要多少张房子？是我们家里面出问题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要念多少张房子？一共要念760张。你说是老伴？对。那我呢？你比他好，450张。就写我们的要经者。对，你名字的要经者。啊。你要写你老的名字，不要写现在新的，因为我看到你的名字有两个，你改过名的吧？我从小因为我是没有父亲，我两岁都没有父亲的，我跟着养父养母长大了，我只有一个名字，我叫江少平。有没有小名啊？小名叫瓶子。我告诉你，你从小他们不叫你大名的，全部把你叫瓶子叫出名的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你现在就写上你进赠江小平的要经者，不要进赠小平的要经者，这样人家会把你抓起来的。我现在是写的我进赠江少平的要经者。可能是因为你爸爸妈妈过去自己的一个名字，他们就是说你从小不是没有母亲吗？没有父亲，母亲走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给你起过名字的。
他们最后也是叫我这个名字、啊、听得懂了吗？给了养父养母之后给你换了另外一个名字，所以你现在要用现在的名字，不要用过去自己出生时候那个名字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好嘞，我感谢师父，我会好好修的、我要跟随师父永远学心灵法门。好，跟随菩萨。还有你要喝水啊，多喝水啊。好的，你的肾脏不好。谢谢，肾脏不好啊！肾脏啊，谢谢谢谢，感恩罗根芬厂长恩师。好，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感恩大慈大悲的鲁台长。我今天很幸运，我接触心灵法门才两个月，都抽到我了。我想问一下，1981年的鸡，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就是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？81年属鸡的是吧？对。那他从这里到这一段出毛病了。对。鼓掌。要当心啊，这个孩子现在身上有灵性啊。有几个？一个。经常会想不通，经常会自己啊闷了半天。而且突然之间会发无名火。对。读书很好，脑子经常想不通，眼睛现在很差，视力也很差，颈椎也不好。对。啊。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放多少条鱼？65张小房子，放3000条鱼。还有，我想再问一下，他现在婚姻关系不是很顺利，应该怎么做到最好？你能告诉我他的男人属什么的吗？属羊的。女人属什么？属鸡。很麻烦。现在这个男的属羊的，外面已经有女人了。啊。听得懂吗？哦，你应该知道的呀。是。然后怎么化解？怎么化解？不要气馁，盯着你老公念，听得懂吗？他如果不相信你念，对不对啊？他慢慢会相信。如果他相信的话，一念他也会转变，明白吗？你告诉你那个女士朋友，你告诉他一定要坚持念心经给他的男老公，每天念7遍，然后有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让我先生能够开悟啊，能够开悟开智慧，然后呢自己呢要对他好点，好起来。因为过去呢这个女的我看啊也蛮凶的啊，现在不凶了，过去很凶，听得懂吗？对。念得回来的，现在外面那个女的我看跟她感情还不是太好，还没有过，用现在话讲还没有到位。好，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谢谢啊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，帮我看一下2013年属蛇的男孩，脑袋出问题了。我看看啊，几几年的？2013年属蛇的。哎呀，他这个问题严重了，他现在的魂魄不齐，魂都不在，所以他讲话语言什么都受障碍了。对，不会说话，也不会找路。看见了吗？那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这个孩子到人间来基本上是来还债的。这孩子应该活着没刚生下来没多少时间就有可能走掉的时机会。是，医生也是这样说的。然后去年，然后医生说他可能过不了夏天，然后我正好就接触了心灵法门，然后他就过了夏天。大家看到了吧？那你要继续啊，继续念经，那么接下来他就能过掉冬天了吗？师父，你给他放了多少生啊？
放生我每个月放400块钱鱼。那你条件很差，你不要放这么多鱼，好吧？嗯。你条件很差，我劝你好好的许愿，说孩子好了，以身说法，而且好好念经。这个孩子现在看他的命根，对方拉住他很厉害，应该，我不想讲给你听，你想知道吗？想知道，师傅。最拖最多拖一年半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师傅，是我和他爸爸的原因，还是小孩自身的原因，还是祖上验证的原因？他还要查原因，他还要叫台长用这个功能帮他查原因。嗯，那你就告诉我你属什么啦？我属86年属老虎的。你先生呢？87年属兔的。是你家族的原因。你家族里边有一个人有杀业。我爸爸。大家看见了吗？啊，呵呵呵呵。师父，孩子脑中有囊肿，然后我看医生，有些医生说要他手术，有些不要他手术，我不知道要不要手术。你就要问我要不要做手术是吧？嗯。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2013年属蛇的男孩。嗯，你要他好的话，要做手术。不做手术的话不会好，但是在做手术的时候你要狂念经，要许愿小房子108张，108张，这样一次一共念8次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然后这个孩子可能会动手术比较平安，因为他这个病有点怪。医生都觉得他很怪的。对对对对，医生也说不出原因。对对对对，说不出原因的病，明白了吗？嗯。你求求菩萨吧，你哪一天如果晚上做梦看见有菩萨来在他身上放一下，啊，级别如果差一点，有一个穿西装的人在他的身上放一下，那也有救了。谢谢台长。啊。台长。我儿子那个名字你帮挑一个吧，他本来叫李成宇，然后我听你的开始就是李成宇名字取得太大了，然后我自己选了几个名字，你帮我挑一个吧。一个李培宁，一个李书安，一个李伟新。姓李呀？啊。木子李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改名字没什么用的，这个孩子业障很重，一般的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改。的确名字是太重了，李成宇是太位置太大了，这个名字不是太好，因为凡是宇宙它就是空，空实际上一个人根本承受不了的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要把他名字改是对的。那你把我这里5个名字挑一个吧。你就挑第2个嘛好了。李书安。对了，平安。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台长，我老病群里有个什么师父开始求师父开始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观世甘露救师父。我儿子2000年属龙的。你儿子啊？嗯、来了吧？没来啊？来了，在后面。在后面是吧？嗯。2000年属龙的。也是魂魄不齐啊，你要给他开始早上要给他叫魂的。对的，经常自言自语。我告诉你，他经常会自言自语、啊。对的，对的。师父，我想问问什么原因孩子这样，因为我想真正性的忏悔。他有一个外婆，有一个女的老妈妈在他身上，过世的亡人，听得懂吗？外婆在。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一个老妈妈，眼睛不大，脸长长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师父。他那个头上有像法师一样那个点。你们看看台长可怜不可怜？因为有很多人呐、啊，就是说一看这种大法会菩萨来了，他就拼命要救度，他身上的灵性就会跟着他闹。所以你们都知道，帮人担业的这种很厉害的。是不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？所以有时候法师我也是很心疼他们，他们开完水陆法会之后，很多法师都生病的，大家听得懂吗？
师父，我很想知道孩子那位不知道三到四岁的时候到他带他到庙里去，他突然对弥勒佛说，菩萨你救救我，现在他自己也念经，还有他头上有点呢，就是那个像法师头上那种点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嗯，没关系的，你帮他好好念吧。嗯，这个孩子大概要念2300张，好的，才会有好转。好的。你这个人比较小气，经也不舍得念，你小房子不够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好了。好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嗯，就是刚刚那个人在叫，台长刚刚看了一下，他是一个这个狗的精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叫出声音像狗叫一样。我呢，我刚刚就。稍微治了一下，他现在就不叫了。嗯，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嗯，感恩卢俊宏台长。啊，我这个孩子他是78年的马男孩，到现在不会说话，走路也不行，常流口水。啊，一个灵性啊，一个很大的灵性啊，在他身上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灵性脸是半边是歪的。啊，好像是偏瘫过的一个过世的亡人在他身上。你们家族里面有没有一个过世的亡人过去有偏瘫的，躺在床上像中风啊偏瘫这种病人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啊，是一个老年人，老人是个男的，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吧，89张，好吗？还有你自己、哦、你自己这个人一辈子会吃苦的，明白了吗？哦、是啊、哦嗯、对的了。嗯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团长。对，但是我吃苦可得。他身上的灵性没办法。好了，你还好了，你没事的吧？好了、啊、你赶快让他看吧。你看再不看他在闹了。哦，我谢谢台长。就是那个、啊、我这次来的时候是一个同修，他抽到号让给我的，我非常感恩他。他有个亡人叫那个范秋菊。嗯，他的念给他念了200张小房子了，问一下说他在什么道，他在什么道，请问一下范秋菊。别叫喊。喂喂喂喂，好啦，不要闹了啊！好了好了，不搞你了，停下来。把那个先拉到边上去。啊，好啦，这个就好一点了。老实一点啊，你老实我们还能救你，你不老实的话我们不会救你的。你看看看看我，你想不想好啊？双手合掌来拜拜。大家看见了吗？我现在叫他的灵性暂时离开他的身上了，所以他会现在会比较安定啊。但是呢，回去之后你家里的冤结要叫他念3800张小房子，而且跟菩萨许愿。3800张小房子。对，没事情的啊。看见菩萨来了吗？看看看看，
拜拜，拜拜菩萨。好，看看你想不想，想不想在人间呢、啊、想不想啊？好啦，你把它放生三万条鱼。三万条鱼啊，3300张小房子啊，多长时间完成？最好在2个半月当中。3000张小房子，2个半月。3000张鱼是可以这么多，但是小房子慢慢的放，在半年当中就可以了。哦，好吗？哦，行，谢谢台长，您给我看一下那个范秋菊，就是人家他让给我这个号的。啊。哦，是那啥，叫什么名字啊？范秋菊。范什么？秋菊，秋天的秋，菊花的菊。金华的金啊。秋天的秋，菊花的菊。范秋菊是吧？阿修罗。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好，你看我治好了一个了啊，叫他下去，老实了吧？好，把这个再弄过来。你们不能老这么弄我的啊，我以后要弄点肉身，要照顾你们这么多人呢、啊。来来来，好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。哎，好，你们放下放下。好，小弟。啊。求求观，求求卢台长。停下。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。停下，停下。救救我这是个孩子。好。没关系，不要去弄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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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他去。好好，你叫他爸爸不要弄他呀。爸爸，哥哥。哥哥。对，他没有。他哥哥跟他的冤，跟他两个人是冤家，上辈子两个人就是冤家，你都不知道，上辈子他们是夫妻呀、啊哦。是这样的。哎。请问卢台长。好啦。小弟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梁松伯。梁苏。梁松伯。梁苏伯。放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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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。好。你们换一个人，叫他的哥哥走掉。冤家呀，你不要在他边上，哎，让他们保镖。好，好，小弟梁树国，我来，不要拉他。你看他盯住他，看见吗？你们这辈子如果夫妻感情有欠的，你们下辈子还会有像这种冤结，所以这辈子不要去欠人家的情，听得懂吗？喂，梁苏国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。台长也只能这样啊，因为他身上的灵性是他欠的，没有办法，我也没办法帮他现在就还，只有靠他小房子不停的念再还，所以就算把他的灵性现在赶走了，他一会儿还会回来的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好啦。看一看啊、哦，小弟，看一看菩萨，来叫他看我，哎哎哎哎，好，梁志国，他每天晚上，好吧，先让他，你看见了吧？看见狗在他身上，看见了吧？台长，我已经为他念了1100多张小房子。你们拉住他，就是那个狗的灵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叫的声音也像狗，所以他咬人。现在你们知道了吗？明白吗？我已经为他念了1100多张。没有用的，这种冤结在上辈子欠了这么多，你说这辈子能解决吗？哦。你只有好好的许愿呐、啊，只有好好的念经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像这种情况只有慢慢来的，你一下子还不清的。
会好一点了。前一段时间有台长的加持，他已经稳定了。稳定了，你们家又吃很多活的东西，荤的东西。你们家现在不能再吃任何活的东西，听得懂吗？是的，看见没啦？这个身上那个狗是个恶灵啊！我告诉你，它两个手和两个脚在家里跑起路来，走得快得不得了，像狗一样的。而且每天晚上叫，你听得懂吗？我需要再继续放生多少条鱼呢？不是放生啊，你好好忏悔啊，你们家族的业障啊。是。你们家里人过去有人打猎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这样。请问台长，他有没有灵性在他身上？你说呢？那种。你这种话都问得出来。有没有灵性在他身上？我看有没有灵性在你身上。我想这种妈妈所以让他去受的。好啦，让我给他稍微安定一点好吧。哎，好，先谢谢。好啦，让他走吧。好啦，让他走吧。可以啦。你要想叫他再恢复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家里完全要吃全素了。你要是下次再不全素，你叫他孩子不要带过来，你不要让台长给他背。我吃全素可以吗？他不吃行吗？他好了，下去吧。菩萨说，菩萨都救不了无缘之人，现在大家看见了吧？下去。所以你们大家都要看到，你们不现场来看，你们都不知道啊。很多人活在人间，自己家里这么苦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苦。所以大家看到了，台长只不过让你们相信，我并不想叫你们干嘛，让你们相信之后要你们念经啊。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不学呀？阿弥陀佛。知道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吗？因为阿弥陀佛也来了。讲吧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各位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师父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。好了，听不见了我。你们知道台长天天跟谁打交道不容易的，所以你们也要珍惜珍惜你们这个师父啊。我们来自佛山，请师父帮我看看94年的狗女孩。94年的狗，男的？女孩，她脑血管。她是女孩啊？对，她是2012年5月17号脑血管出血昏迷。对了，她是被人家拽下去的，他有一个冤结把他拽下去了，把他魂魄拽了，现在他有一个魂和一个魄不在身上，所以他魂魄附体，经常痴迷很发呆的那种样子。是的。你说这种病哪个医院看得好啊？这种灵性病没有医生看得好。台长跟你们讲过了，你们医院看不好的人你们来找我，我有办法帮你们看。医院看得好的你们先去找医生看，像这种病还精神病全部都是灵性病了，没有办法的，你听得懂吗？这个女孩子我告诉你，上辈子就是个男孩子，她很喜欢打弹弓，就是她曾经把人家眼睛弄瞎了，听得懂吗？上辈子，所以她再接下去脑子不好，眼睛也会看不见。那师父，我们现在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放多少条鱼？13000张。13000张小房子。嗯，鱼要放20000条。哦。还要给他许愿。嗯。好吧。好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能救他。哦，救得了的。感恩师父。像他这种病，台长看起来小菜一碟。嗯。好啊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你现在要有信心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现在记住，他现在的心在动，明白吗？嗯，
嘴不能讲，心在动。啊，我问他啊，你觉得台长能不能救你呀？救我，能救我。台长可以让你半年就恢复得很好，你天天想观世音菩萨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要听台长的话，每天心里说观世音菩萨你救我，我要消除我的业障，会讲吗？好不好啊？好啊。他平时话都不大会讲的。对，他平时说话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每天念经，他每天念功课，看见了吧？还有念三张小房子，看见了吧？所以为什么台长说能救他，他已经在自救了。你们记住，一个人连自己都不想相信自己能够改变，你说谁能改变他啊？一定要改变啊。师父，他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来就开始念经，念到晚上九点多钟。这个好的不要去讲了。不是师父，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念出来的经只有一半的质量。对，我就是想问一张小房子只有一半。哦，那他的功课现在该叫他礼佛念五遍。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现在几岁啊？他现在差不多21岁了，94年。他27岁的时候会有一个男的，很憨厚的，看上他。哦，他还是有婚姻的。感恩师父。那看上他的实际上是上辈子欠他的。这个男的。所以他到27岁的时候头发会弄得像女孩子一样恢复的，他还能站起来。好，感恩。听得懂吗？谢谢台长。实际上去年我在香港当场叫很多人站起来，我像他这种情况我也能叫他站起来。问题站起来之后你还得自己锻炼，还得消业，你消不掉业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，你听得懂吗？懂。你有没有信心站起来啊？有。你做梦没有做到过一个年纪偏大脸圆圆的，这个人很爱你很喜欢你，一个男的，做梦做到过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啊。还没来呢，缘分还没到呢。那个男的大概改变主意了。再想一想，有没有一个人很爱你啊，在梦中来看过你，有吗？没有啊。他脑子不行，他想不出来。你刚刚要睡觉的时候，我看看他什么时候来过一次。哦，去年呢，去年12月份。去年12月份你过年之前有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个男的？没有啊。要命啊。那个男的一定改变主意了。你想想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人家不改变改变了。但是你听台长的话，今天大家就有录音录像，27岁的时候你可以到这里像今天小程月一样来现场试法，你可以站在这里说我结婚了。谢谢台长。谢谢台长。一听说结婚了马上谢谢台长。感恩台长。我的妈呀。好，感恩台长。好了好了，下去吧。今天你们看到小程月上来了吗？真的是不治之症啊，师父也是法喜充满呐、这么好的孩子怎么能够让他轻易的就走掉呢，对不对啊？感恩广大灵感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感恩卢坤金卢台长师父。我是66年属马的，问我自己。你们现在听到吗？刚刚那个狗叫的现在没声音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制止它，但是我又不能太厉害，明白了吗？讲吧。我是66年属马的。想看什么？看我是有没有业障。有啊。你怎么会没业障呢？你的肠胃很不好啊，胃啊。是的。是啊。
你有一个手臂非常不好，肩膀酸痛。是。你还有耳朵，有一个耳朵也不好。是。我告诉你，你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，爸爸妈妈当中，所以你从小很可怜。对。你现在每天要念大悲咒，必须念27遍，心经念21遍，念消灾吉祥神咒念49遍，因为你这个人一直有灾难的，不停的有，而且婚姻也不圆满。是的。其他的要当心，你妇科一直不好。是。你还想看什么？让我看看我打的那个小孩，我画了42张小房子，超度掉没有？你属什么？属马。走掉了。谢谢台长，感恩台长。你们知道吗？台长每次开法会，多少人呐、啊？真的，爸爸妈妈生不如死啊，他们真的很痛苦啊。这些孩子看着心里就痛啊，所以台长真的要救他们呐、啊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小弟，看看我，来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叫什么？王新雷。王新雷。啊，王新雷。好，你讲吧。他是1999年属兔的，他3岁的时候发烧，后来就这样子了。3岁的时候发烧，实际上当一个人身上有灵性上去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当心。当一个小孩子发烧的时候，或者摔一跤，或者突然之间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灵性是最容易上去的，因为灵性上去，它一定是你不正常的时候它才能上得去。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发脾气的时候，灵性是最容易上去的。为什么脾气刚刚讲的时候不响，到后来越来越大，实际上到了后来灵性上去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以后不要随便发脾气，有发脾气的时间多念念解结咒吧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99年属兔的。99年属兔的。啊，魂魄不齐，每天早上8点钟帮他跟观世音菩萨求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让我孩子某某某魂魄归生，念30遍。好吗？好的。那要放多少声呢？3000条。要多少小房子？他小房子有的念了，先给他念200张吧。好吗？好的。他以后还要加。这孩子应该可以解决的。这个魂魄就拉得去一点点，不是很多。所以他还没什么大问题。前两天那个说到那个到这里开法会，后来他妈妈就梦到台长给他看图腾。那是我的法身已经给他看过了。对。不过这两天会说话多了，本来就是叫妈妈的。本来话都不会讲。对。啊。这两天很。你现在叫他叫。妈妈。啊。妈妈。啊。爷爷。爷爷。叫菩萨，菩萨。菩萨那个。老爸。菩萨。妈，就叫菩萨，菩萨那个，啊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叫观世音菩萨。你口音不对，你普通话音。我说不出来。我都听别人。叶姐，喂，看看，看看爷爷手上有什么？爷爷那个。爷爷。啊，拜拜。爷爷拜拜。拜拜好吗？拜拜。他要跟菩萨拜拜，看看爷爷手上有没有菩萨，看看。爷爷，有菩萨了，菩萨有菩萨了。有吧？有。没有。看了他怕了，看见了吗？啊。有。有吧？有。哎呀，有。拜拜。看见了吧？拜拜。拜拜。哈哈哈哈。好了，你们呐。小房子还要给他加，你们小房子不够，还有你们家里千万不要吃活的东西。
明白了吗？你记住了，我们已经跟人结了很多冤了，我们不要再去跟动物结冤了。因为他爸爸妈妈在西班牙，我们带他来的。他爸爸妈妈在西班牙，你带他来了。我不管你在什么牙，台长一看就看到了，台长能够救他的这个孩子，你以后经常给他念就可以。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谢谢阿姨，谢谢爷爷，谢谢那个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爷爷，谢谢爷爷，妈妈。他捡起他来的时候话都不会讲的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我们的朋友们，台长呢，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也是很感谢我们香港的佛友们，还有我们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和法师们的护持。我特别感动的，我们有很多香港朋友在，正好在广东，他们还坐特为坐船一早赶过来，还没有票子，一听到没有票子他们就掉眼泪了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学佛，真的要珍惜因缘，珍惜佛缘。台长这几天会跟你们在一起，今天晚上呢我们还会有一场，也希望大家好好努力，也感谢我们的法师们的护持，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和佛友们。最要紧的，让我们感谢我们伟大的佛陀和观世音菩萨，还有我们的阿弥陀佛，感谢他们。中华的文化一定要能够传播，佛教的精髓一定要传承，希望大家都成为菩萨的千手千眼，让这个世界充满着佛光，让这个世界充满着美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台长很爱你们的，希望你们听台长一句话，你们一定要念经，你们念经台长就开心，如果你们有苦难我真的会很伤心，静听你们的佳音，谢谢。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，再次